听说陈菊有意有可能会来台北市选。台北市民的素质蛮高的。柯P一句话回敬绿营，传出高雄市长陈菊被劝进2008北上 PK 柯文哲。没有评论，谢谢谢谢。台北市民的素质蛮高的，所以林局长笑得这么大声，什么意思？他肚子痛来着，没有、啊，就是这样嘛。其实柯文哲最大的敌人还是柯文哲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高雄市的市民水准比较低哦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的、啊，这个没有、啊，我是说，意思就是说，台北市民自然会有他的判断嘛、啊。不是，柯文哲超狂，不怕民进党南霸天的陈菊，在议会对战绿军也游刃有余。没你说话的份，下去！我要说下去。下去我一定要说，副市长陈景俊因谈判大决战不利被汪氏监控，柯文哲回敬软钉子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似乎有大巨蛋专案小组，如果议员这么厉害，我们可以请你来当组长，来领导我们处理大巨蛋问题啊。你早说就好了，好吗？现在说也不迟啊，现在都还没处理完毕啊，我可以授权给你啊，你看老一的议员王世坚有点傻眼，才不想接烫手山芋，拿了柯文哲的三本著作，要柯P反省，找回良心。想不到柯P回送佛教书籍，法王说不动佛，暗喻不要对讨厌的人排斥动怒。我今天才知道你自命成佛了、哦、曾几何时，我们台北市政府有这么一座佛。这个表示议员对那本书有误解。柯王过招比气势更比机智，只是柯市长的嘴快，恐怕要让民进党更不开心。郑文科员陈文台北报道。